经理，经理，您到几楼？3楼。啊。经理。哎。哎，来来来，进来进来。 说那个升职的事儿，对，聚餐的时候我会公布。啊啊，谢谢经理。聚餐完了以后，我们俩好好聊聊。经理，啊，又怎么了？对，您到几楼？ 不是说了3楼吗？啊，对，您拉链好像只拉了1/3。谁跟你说我拉链拉好？ 满剑，来，喝啊！来，谢谢。师傅，谁？啊，别打了，你输了，吃喝。你输了，喝酒，喝酒，喝酒。哎，这才对嘛。哎，金娜啊，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厨房的负责人。经理放心，我将来一定会努力的工作。谢谢经理提拔。来喝。 喝啊喝啊！喝喝喝！喝啊！哎呀，思晴啊，哎，咱们俩还没喝过呢，来来来，陪我喝一杯啊！来来来，拿起来拿起来嘛，哎哎，来来，哎。 哎呀，这怎么行呢？再喝，再喝一点啊！再喝一点，喝。哎，这就对了。色狼。大哥，大哥。我一直觉得你的皮肤特别好，又白又细，还白里透红。 你干什么？对，就是这样。今天再加点酒吧。啊，来，哎，好好好，哎，喝，你也喝，愣着干什么？喝喝，哎，你们大家都喝，别愣着啊，啊，喝喝好吧。哎，你们大家都喝，别愣着啊，啊，喝喝好吧。 再勉强苏静，很好，继续努力。你这是在性骚扰，楚师长，你把刚才说的话给我再说一遍。 力量不够哦，再强一点。你这是在性骚扰！你敢辱骂你的上司，我撤了你这个厨师长。
经理，做得很好。